我那一整天是被关在那个饭店里的床戏，是一整天都是床戏，一整天都在床戏。还有用脚，光脚踏他脸，在车上喜欢呢。对，我很怕阿嬷看到，是不是？全世界都知道，外婆拿一张报纸，就是哭到了眼睛，就是我跟世元那个亲密性那张照片，而且他是没看，然后就没有。你看，对，哇，有点你在责备。旁白哥抱抱周小涵床战整天，外婆有意见。开春大戏伤魂，真的很春。这是谁种？我问你怎样？全省水泥工会主委的林登先生。マサミさんはマショ君のご夫人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？こちらは家内の主婦です。忙得早啊，哥你苦啊。我要不要把小涵当老婆？是不是？太辛苦了，正宫。对啊。你台语有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我不会台语，我是用英文学台语，是高雄人，但我是眷村长大的。日文的话是对我来说，很像是完全看不懂的文字，你就是要把它背下来。但是台语的难其实是有压力的，因为大家都听得懂。对现场会不会纠正？有，大家会以为我会讲。我想要看人的面色，就想办法打你去花泥啊！我的情欲戏真的偏多，有什么寒洞的、车震的、饭店的、冰斗、凹斗各种啊！我那一整天是被关在那个饭店里的床戏，是一整天都是床戏，一整天都在床戏，还有用脚。光脚踏他脸，在车上喜欢的，味道也刚刚好，没有味儿吧？没有味道，喜欢的。对，我很怕阿嬷看到，是不是？全世界都知道，外婆拿一张报纸，就是哭到了眼睛，就是我跟世元那个亲密性那张照片，他是没看，然后他就没有。你看，对，哇，有点语带责备。他只是现在是看到那张照片，可能会不开心。等他看到完整版，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尊戏吧。娱乐新闻，好期待哦！报道。